我国有更多人因为患上了子宫内膜异位症而求医，国大医院过去五年来患者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其中有六成情况严重。为此，医院团队推出了更详细的病症检查表，希望帮助患者尽早发现治疗。记者陈韵儿报道。30岁的林雪怡，3年前开始突然出现剧烈经痛，每次可长达半小时，同时还会出冷汗及腹泻，严重影响工作及生活。可她数度求医找不出原因，直到2年前才被确诊患上了第4期肠道和直肠阴道子宫内膜异位症。他们可能就告诉你说啊，止痛药啦，普通的经痛啦，这是普通的啦，常见的。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普通的程度有点太夸张了，它是越是前后都会有哎。为帮助这类患者，国大医院医生和支援小组推出了一个更详细的网上病症检查表，让患者能在5分钟内评估自己是否可能患上子宫内膜异位症。基本上涵盖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经常常见的各种的症状，包括出血的问题，子宫经痛的问题，还有胃肠道的症状、泌尿系的症状。而且通过这个表格，我们会给病人一个总结，这里面的症状你是有多少出现的是阳性的症状，如果真的很多的话，会建议及早的治疗。这家私人妇科诊所近年来也观察到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人数增加了约20%，当中近半数情况严重。第一个是因为有可能现在我们的知识比较多了，所以知道可以去哪里去就医。第二呢，是因为现在比较多人去做体检，体检包括验血，验血通常会验一个血叫做 CA125，如果 CA125 增长的话，医生通常会叫你去看妇产科医生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主角妇幼医院受询时则表示，约15%的女性会患上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年来到医院求医的患者不少，而每年必须进行手术的患者超过800人。